老铁们来喽！上半场呢，我们钓了两条鲤鱼，结果全部切线了。很多老铁在直播的时候都看到了。我刚刚把纸线全部加粗了一号，用到 0.6， 再把窝补了一下，用大鱼爱吃的颗粒，把灯光也关了一下。这样的话，让鱼静静的进窝。这是打下去的第一杆，估计窝里面应该进鱼了。有个免费的红心以后，我们10分钟以后开启直播，好吧？等你们。